这是82年试播版太上老君的扮演者，他也只演过这一个角色，以后太上老君都是别人演的。这样的美猴王喜欢吗？这里的和尚都是寺院里真正的和尚，这是他们聚首的照片。汪月在82试播版中扮演的唐僧，和池仲瑞扮演的哪个更好呢？这是王后的扮演者，在重拍版里换成另外一个人。这张照片是替身演员完成的。